那个剧团是一个很应景的剧团，是一直在致力寻找生活中与生命中美的一个剧团。那我开始做音乐吧，那我开始朝这条路，好像以后都会做这件事情。它就是一个孕育一些人的地方，然后这些人就往上往他要的舞台上走，然后他不断的地补新鲜，但是这其实是辛苦的。应景在客家话里面是很硬的硬，然后脖子紧的那个紧，应景也就是呢很认真很刻苦耐劳的剧团。那个剧团，那个剧团，那个剧团，那个剧团。